我爸爸讲，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事情，只要你努力，有一天观众都会看得见。那个时候我的梦想是做一个武术指导，从小武行变成中武行，变成大武行。我这么多年来真的很好命，上天对我太好了。以前我们都没有保护东西，没有的，只是够胆就去。你现在所做的事情，你努力做，当你某一天某一年，你会感谢今天的努力。你早就该得奖了，亲爱的成龙。There's so many bones. Finally, this is mine. 我很佩服一些跟我一样不离不弃的人。坚持每一样工作，你一定会胜利。